日本联赛杯决赛22号举行，主角之一嘅港岛三战21号上载一张后备席上两件旧将工藤壮人球衣嘅照片。呢位日本前国脚月初突然患上怪病，病情急剧恶化，由不适到离世，不过3星期，终年32岁。工藤壮人嘅病况嚟得好突然，今个月2号佢感到不适，翌日接受检查。发现患上脑积水，即是脑部出现异状，令脑脊髓液循环失衡，即在脑部。患者的颅内压力上升，工藤在11号开刀，但是状况恶化，17号留在深切治疗部，延至昨晚不治。死讯传出后的朝头早，球会官方在网上上载了两张相，分别是球队今朝练习前默哀，和多年前工藤拍摄造型照的花絮。